OK。Oh my god， 伟杰！来来来，你有看到早上的新闻吗？有，我看到了。我现在马上。为什么不按我赞？马上按起来！不好意思，我一夕之间把它补起来，我全部都一夕之间，我最爱不赞了。一夜之间我把它补起来。因为今天有说什么？你这边是什么不回应？我这边不回应吗？没错没错，请你妈妈我经纪人，什么意思啊？今天不没有不回应，没有。太早，因为太早，是不是八点钟？不回应都不回应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回，所以我就直接没有打开那个讯息。回不回应超错的，好不好？是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OK。Oh my god， 伟杰！早安。来来来，你有看到早上的新闻吗？有，我看到了。我现在马上。为什么不按我赞？马上按起来！不好意思，我一夕之间把它补起来，我全部都一夕之间，我最爱补赞了。一夜之间我把它补起来。对，我跟你们讲，因为其实那天在看 D 卡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午间寝的群组已经先分享了，对，我们都已经聊过了，对，然后老就说，哎，不合真的要说，大家都觉得很荒谬，我们就说不要问，我想说，哎，这个文案可以找那个 D 卡发起来写，觉得很不错，而且我耳机里面听的是什么？你猜什么啊？赖燕姿的专辑。好啦，再问一下啦，因为今天有说什么？你这边是什么不回应？我这边不回应吗？没错没错，请你妈妈我经纪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姐，没有不回应，我跟你讲，太早，今天太早，是不是八点钟？不回应都不回应，不是因为我收到，我收到想说，哎，要怎么回啊？就没事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回，所以我就直接没有打开那个讯息。回不回应超错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包厢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